谢黄心瑜，非常有 power 的歌声。接下来是13号刘超轩要为我们带来《上是天堂悬崖》。多真心的给予，多贴心的回想，是什么腐蚀你给我的梦想？靠一点点美好，成长长的迷路，终究会走到被分岔的地方。也给我像是天堂的悬崖，别逼我跳下无底的山怀，最怕夜里浪漫的你。